那经纬一出去呢，就很多人来报名。那我觉得，其实我觉得蛮有心的。当有这个样子的活动的开始的时候，大家很愿意站出来说，没有关系，没有仇来，我们都。对我反正我每一年都会办。对，我真的。对，每年都会办。排名啊，排的等哦，等大家来报名。对，而且要告诉大家，这次的活动呢，也真的是得到很大的回响，包括了在新加坡的歌手、台湾的歌手、其他国家的歌手，都很想参与这样子的一个演唱会。所以我们再次告诉大家，希望说大家一定要珍惜这样子的一个机会，因为能够结合了马来西亚非常优秀的艺人。再次告诉大家，是包括谁呢？就是心杰、心杰、杰吉、静茹、阿牛、光良、栋梁。然后歌手他们的这个专长，他们就很会唱歌，对，他们就用歌声。那我跟佩佩呢，我们只会说的，对，在这边。那你自己呢，其实也可以付一点点的那个，付出你的力量啊，就是呢，去购买入场券去支持这个演唱会就 OK 了。记得今天买票的朋友，你就有机会参与这个抽奖，然后呢，就有机会跟艺人一看到他们彩排，不是跟他们一起彩排，看到他们彩排，我觉得很兴奋，你知道吗？那你还没有，因为很多时候我们都是。没有办法看到很多彩排精彩的部分，所以这次呢，请大家珍惜。而且门票，小兰，你再告诉大家，很便宜就有了嘛，对不对？从48开始，一直到 VIP 的228，其实呢，就是你如果你有是288是好，还有988吗？好，288，这些呢就是988是看人家的 VIP， 耶！所以看大家的能力，真的是每一分每毫都能够帮助到他们。对，好，那在这边呢，我们要请我们所有今天所有的有出息的歌手，好不好？来。